说实话，我对这个选址有一点担心。它是在一个山上，比较偏僻，旁边还有大饭店跟我们竞争。咱们是不是被隔壁拿捏了？对，我来看看你们做的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平时谁洗碗？这能有顾客吗？今天咱们的营业额不行，也没有很忙，大家很惬意，不紧不慢的所有人。哎呦，我这什么地儿？可以走吗？摆摊的话可以配点小甜品，没有食材。会做咖喱饭，有咖喱块吗？没有。就虾吗？没有虾。果仁铁锅炖这点东西，一锅600多，这么贵？做那个饥饿营销，咱们每天就限量30份。昨天实际都做了17份。做那个盲盒，每天不知道自己开出来什么饭，我每天都是买到什么做。你别动盘子了，这么猛吗？太悠闲了啊，大家人也不能这么舒适，我觉得。